于是我们彻底换个旅行去吧，结果却找不到地图，星期天的下午找不到地图的下午，最后和大富翁一起迷路，他的旅行一周我一人，他们都是你的幸福，其实我也不是很在乎到底去哪里，只是想和你整天待在一起，就算是只能一起做梦也没有关系，其实我也不是很在乎到底去哪里，只是想和你整天待在一起，就算是